果您在春节打算要出国旅游的话，要提醒您要率先在国内选择好您想要选用的资费方案。那么电信三雄都推出了吃到饱的出国漫游方案，每天399块钱，部分业者还有3天和5天的套装优惠，提醒您在出国之前要记得先把手续给办好。